的感觉。OK， 好咯，那我们现在呢，刚刚已经有先默默称重了，我们就是从轻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所以九是最重的，然后一是最轻的，所以我们就依序的呢，从轻的到重的来开始猜，看看这一次到底会有哪些小伙伴的小多库呢？然后这次你看的封面款，它就是你像那个美国的，我开 party 就直接两罐啤酒喝到饱，然后给你两个小爱心。小爱心爆顶，然后再给你小时候，就整个很叛逆，然后又非常 crazy 的豆库，这只有豆库可以驾驭这种事，这种风格。然后刚刚有看到，总共是九只嘛，对不对？好，所以希望有隐藏，这是最轻哦，里面最轻的一只，我们来看是什么喽。来看我们的第一只，哦，好吧，这次你看也是没有什么惊喜的部分。好，我们先不看卡片喽，我们直接先看，哦，拳头包，我们来看一下，这小配件嘞。看看我们的第一只和最轻的这只是谁呢？噔噔噔噔，哇，是我们的猫王的部分呢。哇，你看它这里有个小亮点，就它有一个小白白的小胡子，之前都好像没有这样出现，像龅牙的感觉。然后等一下猫王的这种银色的这个吊缎带，然后哇，这是怎样？都苦的三只能三个那个扣子都 hold 不住了，有没有？这个哇，都苦很经典的那个是肥肥的尾巴，哇、哦，然后还有一条装饰的那个闪闪亮亮的裤子，哇、哦，那再加上它有一点那种猫王式的那种头发，简直看起来整个平头非常逗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先放着。哎，可以站着吗？好，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配件有什么哦。这一只的话，里面的配件呢，就是有一个麦克风架，我们是要怎么摆呢？看一下哦，它应该是放在这里。卡片是长这个样子 ，OK， 好。然后背面就是一样的 rock 精神，拿着我们的麦克风架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最轻的是我们 Rock 先生，然后第二轻的，我们再看看喽。看一下第二只会是谁呢？看起来好像没有配件。我们看第二只，第二只就是我们的这个 Crazy 喝到锵锵掉的小豆库，他手上好小，看手。亮点手还是 rock 精神的，然后整只有没有这样，整个吸管整个塞满，然后都通到他的后脑袋这边，然后咕噜咕噜咕两个爱心圈圈，天哪，这是第二轻的哟，有点小小意外，我以为它是比较重的系列。Okay，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卡片的部分。那卡片这支叫做啤酒达人 Beer Holic， 就是喝啤酒喝成瘾的一位可爱的小鸭子。OK， 这是我们的第二支，哦，太欢乐了。好，再来看一下第三支，这应该大概是80几克重吧，记得刚刚有量过，大概是这样。好，看一下哦，第三支有个配件，这是什么东东？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哦，第三支。这个星星是软的，可以折，然后整只这样麦这样，哦，整个照全场的感觉。哎，这只其实还蛮帅的，整个粉色头发。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卡片的部分，卡片的话在这里，它就叫做 K-pop， 就是那个练习生。这是我们的第三只，哦，练习生，都酷，每次最好笑，因为它从侧面看，哦，啊，后面。哎，哇，这又来了，就是都是又恶搞。你看后面的话，又有一个发片的感觉，就是，后面整个是做一个粉红色的发片，还有一个小亮点。从前面看起来正经，后面要稍微搞笑一下。好，再我们看一下第四只，第四个重量的。哎，好，所以说呢，我们先开的前面的这三只的话，就是从最轻的这三只哦。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中间的重量的。好，看看中间的重量呢会有哪只呢？再第四只。哦，天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只，我的妈！一只长得一像之前那个动物系列的仓鼠，有没有？就我们的贝多芬，然后还一定要拿手风琴吗？用的手指头直接这样子 rock 全场，然后哦，还有一个他的那个小领巾的部分一定不能错过，然后加上两球的那个头发中分头，然后哦，旁边还有一个。一个小马尾的感觉，因为这豆腐太可爱了吧。好，我来看一下这只，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配件的，我来看一下卡片，那只卡片是长这个样子，这只叫 classic， 就是古典乐手鸭，古典乐手鸭。好，这是我们的第四只。好，来看一下第五只。之后是哪一只？哦，这次开始重量就比较重一点了。那重点哦，原来是这个。哇，这只看起来像我们的饶舌歌手的感觉，手上拿个金麦克风，拿个金项链，哦，呢还有戴上我们的一个环在这边。OK， 然后他头发像哦，你像那个面条的感觉，然后戴着一个帽子，写 Super。OK， 是那个很帅气，很像瘦子的那种，哦，很有态度的一个饶舌歌手的感觉。哦，这豆腐好像配件部分比较少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卡片，卡片的话就叫 Hip-Hop 嘻哈鸭的一只嘻哈鸭，放在这边。好，我们现在给画面带一下哦，桌面稍微整理一下。好，现在呢，我们的鸭鸭呢，这次走光了这个九只呢，都走音乐路线的感觉。好，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下第六只的部分。第六只会是哪一只鸭呢？哦，第六只有配件呢，就是哦，应该知道了，这应该是我们经典的华丽的噔噔，哇，好帅哦！天啊，哇，这个鸭是 Michael 鸭啊，你看它的那个，还有哦，它。领带还是45度角，还是一定要这样悬空就对，有按钮按下去是会热舞之类的吗？哇，那他这个帽子做得很讲究，整个还有两撮他的经典的那个 Michael 的刘海在这里，后面呢，哦，他一定要还是要保留他卷发的那个特色。OK， 整只哦，我觉得他有点踮脚的感觉，因为他这边有折线。好，我们等一下把他的哦，虽然看他本人是站不住，哎呀，等一下我们要把他的舞台架起来。那配件的话是一个这个圆盘的部分，然后另外呢是它的麦克风架，然后这里呢应该是，都看一下是怎么做，来研究一下。好，我们经过一番的研究之后，终于呢把麦克风，它是那种经典的 Nobody 的麦克风，把它架起来之后，然后呢我们豆腐肚子这里呢其实有个洞，我们刚刚有看到嘛，然后就把它加上去。然后就可以，它一定就是要倾斜，这种45度很帅气。然后呢，我们的那个鸭屁股呢，就一定要翘到最高。嘿，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流行天王的 Michael 来着的一个经典的姿势。然后的卡片就是长成这个样子。OK， 那它的这什么卡片神还原。所以说这只兜裤的话，我们在看的时候，它不是第一眼的，所以它有360度，带一个360度给大家看一看。它侧边，然后脚脚这边呢，有一点，哎呦，有点要颠不颠的感觉。OK， 然后这样子整个这样过来，这一只呢是哦，正面看都毫无死角，都可以全部都照得住的一只鸭子哦，这样，嘿，看这里，这是我们的第六只 ，OK， 卡片放这边。好，最后呢进入了我们的倒数三只哦，最重的这一只啊，希望今天有没有办法可能出奇迹呢？剩最后这三只呢就是最重的三只，1、2、3，大家都破100的样子。那我们先从。第七只来开始猜，小啊，哦，第七只哦，给一个火大的干燥包，哦，重的东西都开始有一些那个配件的部分哦，然后吓我一跳，音箱，别紧张，音箱哦，眼睛看到眼睛的部分，好，这样一看应该很清楚知道是哪一只哦，看一下第一只是哪一只的鸭子的，哇，天啊，我这个这。好，就这样。
这么红色的一只可爱的小胖鸭，等等，我们先赶快把他的 rocker 提到。你知道登台之前的所有的这乐手呢，其实他们的杰西啊，音箱里面有泡泡玛特 OK 的 logo， 音箱要先把它塞好。然后我们的摇滚旗子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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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rock 的部分，哦，它不是 rock， 它是 duck 部分。然后旗子，先把那个配件的部分，你全部把它 check 好。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哇，非常有音乐态度的眼睛，哇，有点这样子，有点小雾面的感觉。然后是吉他，两只吉他。然后这边呢，就刚好有一个可以把它的哦。把它固定在它的那个鼻梁上面，哇，你看整只鸭子从刚刚的小呆鸭，然后现在变得有点有音乐态度的感觉。然后呢，诶，它这边是直接就把它放上来，然后呢在放上来之前，我们要再一次的去大张旗鼓的来讲一下我们的鸭子 rock 鸭子的整个精神 rock 精神。我们就要把旗子固定在它的手手上面，哎呦，好，固定好了，然后整只脚，哇，很帅哦，真的很好看哎！然后哇，整个这样黄色跟黑色的搭配，然后加上红色，然后这个大可能又是渐层的红到发紫的感觉。然后这边就有音量在它的肚子上面，整只哦非常非常的有态度。你想这一只呢是那么重的一只，跟卡片叫 flag， 就是应援呀，就在这边 rock your world， rock your world 这样的。好，这是我们的第七只，好，这里。剩下最后两只，再来一次隐藏机器，来看看倒数第二只。一个非常非常的有那一种民俗风哦的那种，它会有点占卜师的一个感觉呢。头上一定要戴着这种波西米亚的一个头环，然后我们的 Dokuni 是有六根小芝麻的，然后给它小雀斑在它的脸上，然后哦，手手看起来好像又要拿一个什么东西哦，哦，然后有很多太阳的一个图案，然后后面哇 ，Dokuni 的长发非常的有分量的，渐层海浪式的一个感觉，看起来像巧克力，有点像草莓巧克力。然后叫牛奶巧克力感觉，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鸭鸭的领骨。领骨的话呢，它这边是有一个凹槽，可以把它就领骨把它架在手手上面。啊，真的，哎，有领骨感觉差很多哎，突然整个音乐人的 feel 都出来了。OK， 本来可能是占卜师，拿了这个之后就变成音乐人了。哇，这整个海量的头发真的是非常的酷。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卡片的部分，叫做 Hippie Girl， 哦，虽然是女生，好，这次 Doku 的话女孩子的长发这个，你还有小辫子这两边在这里。然后呢，她这个我们这只可爱的妹妹 Hippie Girl 的那个胸前的这一个项链的话，它就是我们在 Hippie 文化里头看到的和平的徽章。 OK， 然后他们的标志的话就是有一头浪形长发，然后有波西米亚风的一个服饰，那就当代的美国1970年代的嬉皮文化的 icon 的形象就是长这个样子。你看一下，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八只，也就是第二重的。听，好，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只了。嗯，很重没有错哦。我们剩哪一只没有错？当剩这一只，这只 EDM。OK， 我们的 DJ 的部分，好，看起来。跟隐藏的骨感觉上好像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很多配件。好，看样子我们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哦，这边有点小核损，嗯，核损是有什么意思吗？看一下，哦，看到了。好，我们先把主要的这一只打开好了，我们主要这一只。好，最重的就是我们的，哇，哇，这是金，哇。真是好酷哦！原来像太空上，这等下是安全帽吧？哇，而且这个安全帽在太空上它是有渐变色哎，它这个是有红色的红蓝渐变的一个框。哦，那都哦，很少看到多库有这么帅气西装的一个造型，然后整个还是很像那个 MIB Man in Black 的感觉。然后这边呢是头盔的部分是银色的亮光漆，然后再搭配让我们家多库这个黑色的这个也是有点亮亮的西装，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太空舱的感觉，
好，那我们来把它这个配件使用。哇，好，这是它的叫做 Doku Punk 庞克吗？庞克 OK 的一个风格，然后就把它整只这样子，它是整个放在前面，所以这个小配件是可以拿来跟其他只来玩的。OK， 可以把它放着。就是我们最重的一只呢，就是这一只庞克的部分。好，然后再来卡片是长这个样子，一滴眼变音呀，好变音呀。好，最重的这一只。好，现在我们呢，画面上看到的呢，就是最重的呢，就是我们这一只。然后再来是波西米亚的这一只，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应援鸭这一只，所以这是最重的三只。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这三只的话，或者喜欢这一只的话，第一只的话就是找最重的来看。嘿，好，然后把画面再带一下，总共的这六只，我们的贝多芬冲飞走了，因为贝多芬抓回来。好，准备一下，从轻的由轻的到重的来开始拆。好 ，Michael， 现在我们今天呢非常欢乐的。那个 Doku 的音乐季呢，音乐庆典呢，我们就今天就开箱到这边，大家看看有没有最喜欢哪一只，也可以留言跟爱丽丝说。那爱丽丝最最最喜欢这个系列里面最喜欢的第一名是这一只贝多芬呀，真的太可爱了。OK， 你整个要吹腮帮子鼓鼓的。OK， 这第一最喜欢这一只，然后第二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啤酒来着。然后呢，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亮点，就是我们的鸭子呢，我们的 Doku 呢，其他每次都是鸭鸭手的。然后这第一次呢，它有出现 rock 摇滚精神的，所以就这一只就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的感觉，有点突破 beer 的 feel。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告诉你们喜欢哪一只。那我们今天就开箱到这里咯，下次再见，拜拜。